今天给大家揭秘水彩画大师柳毅老师的画前准备工作。先把纸正面打湿，先横着扫，再竖着扫，四周也扫一扫。哎，有根红毛，赶紧挑挑。再来一遍，先横着扫，再竖着扫，四周再扫一遍。这下差不多了，让它泡一会儿。接下来扫反面，先把右边的纸翻起来。开始了，蘸好水，从上到下扫，一定要扫得均匀。掉了一根猴毛，赶紧扔掉。接下来再掉个头，继续扫另外一边。是否有妖怪？哦，原来是个气泡，赶紧挤出去。继续扫一扫，终于扫完了，喝杯茶，开始画了。用布吸吸水，抬起来，再吸一吸。吸得不够干净，上餐巾纸。万一再掉毛，这下可麻烦大了。好了，色稿完成了，点个关注，下回再揭秘。